民航局长林国显立院报告前，面对媒体提问，先是想推给幕僚救援，再向个小媳妇出现。我们会深切的检讨这一套的监理机制。说话的分贝不大，也几乎都是官司回答。面对媒体，还紧张的不断搓手。今年八月，交通部长贺成旦大动作换掉14名陆海空一级首长。民航局长林国显才接棒3个月，所有的精力几乎都跟陆政有关。是完全是空白的。 包括不管是航前，不管是航空的财务，或者是每个航线怎么样去弄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完全是零的。被骗在喝酒的，这很刚好而已啦。之后的善后跟制度的建立，你要怎么做？如果连这个方法拿不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只好断言说你真的外行。应该不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同仁，都很认真的在执行，他们在这个工作上20年。 那第二个，我本身在20年前就做过机场专案，是不是不熟悉业务这个问题，连总统都很想知道。23号民航中常会上，这些点名难道没有在跟航空业交朋友？民航局是我当局长，我负全责，尽力做，你做到好，for the best。没有闪躲的权利，民航局菜鸟局长只能硬着头皮善后，也替鹰犬政府筑起防火墙。继续查询文台北报道。